2014, this chihuahua female 3 years old. 它是什么事情?是痒是吗?是什么事情? 就是红肿痒啊。 So itchy and redness, 这两边是吗? 嗯,还有嘴巴下面。 That's all. 没有别的地方吗? 没有了。 这边呢? There's a bit here, so the muzzle, dermatitis, 这边呢? 也是有。 Muzzle, dermatitis, 到这边呢? 它是咬那个 bowl 啦,是吗? 它有咬那个 bowl 吗? It looks like allergy to the bowl, 那个 plastic bowl 来的。 没有看到它咬耶。咬它? 它咬那个 cage 吗? 龙有咬它吗? 没有,它静静的。 这个多久了? 应该有一两个星期了。 以前有吗? 以前你买的是? 奇怪, OK。 是... 是 allergy 来的, 是... 敏感来的。 敏感啊, 别的地方有吗? 应该是没有耶。 这两边哈。 你有看到它用脚这样做吗? 应该是有, 有... 前面的脚是后面的脚啊? 应该是后面的脚。 它耳朵有问题吗? 你check, 它有... 有痛吗? 没有痛啊, 这边呢? Check the ears. No pain. OK, 那么就是 allergy 啦, 敏感啦, 或者是 fit.